你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好，那现在要开箱的是 Under Armour 的，好，压缩七分裤，这么一个 Under Armour 的 logo。刚才的标签 Headgear。好，那这边进口商是好事多自己进口的，就是透过台湾的代理商在进来卖场卖，就是自己进口的，所以它价格会比较有竞争力一点。那这件在好事多是卖997，然后现在好像是零码出清，减300，变697。看一下。还有 anti odor 的 technology，就是防止味道的科技。看一下它裤头这边，然后那这件是墨西哥制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设计。啊，这边有车线。那腰带这边还有另外一条车线。那这条是灰色的，灰色它不是黑色的哦。那现场还有黑色跟蓝色，那似乎蓝色比较滞销，它的数量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